我皮肤最美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古代埃及的克莱欧巴特拉为了美丽的皮肤用驴奶洗澡，中国的武则天使用了韵母草粉。 为了犒劳人们的愿望是最古老的愿望之一。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，现在化妆品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。现在我们使用的化妆品不单纯是涂抹的化妆品，现在上市很多美容仪，居家护肤市场规模逐渐增长。现在不去昂贵的皮肤管理师或皮肤科，我们通过多种多样的产品可以在家里护肤。尤其是最近我们。 最重要的生活模式就是非接触，很多居家产品受到欢迎。爱多美开拓了居家美容领域。现在市场呢销售很多种类的有关产品，但是为什么要使用爱多美产品呢？爱多美是含有助于皮肤的很多功能。我们制作了美容仪和美容产品。 大家就像在专门的管理室所管理到的那样，能够拥有美丽的皮肤。我们的皮肤的健康和美容怎样才可以很长时间维持呢？我们的技术能发展到什么水平呢？我们有独有的技术力，爱多美和韩国科马取得了成果，天然物稳定化技术。 接近皮肤的微粒子，而且这次我们得到杨氏奖的利塞特里康德佩泰的设计技术，爱多美的化妆品技术稳定有关功能的，能够让皮肤能够传达给皮肤，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技术，停止皮肤的时间。好。 爱多美的高功能化妆品技术，我们以这些技术为基础，我们迈出了新的第一步。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爱多美挑战得到的结果。有很多化妆品的功能以及原料非常优秀，但是缺乏稳定性。 怎样才可以无刺激，提高有效的有效成分的含量？怎样才能够实现有效的功能的升级呢？现在，我们通过安瓶，我们制定了一个项目，皮肤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补水、美白、弹性、抗老。我们通过配合高性能成分。 我们很多成分是，我们 active 安瓶和核心安瓶将这个混合在一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安瓶。这就是爱多美增效安瓶项目，每个功能都有高浓缩有效成分，实现高含量稳定化。 这就是爱多美增效安瓶项目，每个功能都有高浓缩有效成分，实现高含量稳定化。更有效配合有关效果。大家的皮肤会带来很大的变化。这是四个星期的皮肤项目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主要播音的皮肤概念，不只是看起来好皮肤，我们为了实现真正的好皮肤，我们不断实现了化妆品技术研究。我们所体现的独有的技术，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个就是精化水的基础水技术，增效安瓶通过真空低温水替代工法，浓缩植物的有效成分，使用了维持功能的高功能水。第二个就是升级补水安瓶所适用的油分微胶囊技术，透明，我们使用了丝绒线立体，稳定了很多技术。 一般的油分胶囊只能使用有关其他的产品，不能在安瓶使用。但是我们通过微胶囊技术。
实现了通过油分水柱状态，滚动时油滑溜溜的使用管，所含有高功能油分、稳定化皮肤保湿功能以及有关效果。第二个技术就是维生素发量安瓶，综合维生素有很多的功能，但是有刺激。 氧化较快，不能确保稳定性，所以使用感也不是很好。但为了改善这样的缺点，我们维持维生素的功能的同时，我们长时间进行了有关配合比率的研究。通过这两种技术的研究，我们将功能稳定性使用管。 实现了升级，这就是我们的美白安瓶。我们皮肤都含有所有的黑色素，在皮肤基底会生成这些黑色素。单一的维生素 C 安瓶只会管理其中的一个功能，但是我们通过综合维生素安瓶。 可以让皮肤变得更亮，实现美白，降低了刺激性。第四个技术就是24K 黄金以及奇迹复苏安瓶，这是难溶性成分。所有的 resveratrol 是非常优秀的抗氧化成分，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多酚不能稳定，而且硫糖铝是新一代真皮成分。 是一种难溶成分，我们没有使用 PEG， 通过胶囊的方式进行了配合，保持了稳定性和功能。最后，为了有效管理皮肤，我们使用了缩氨酸，就是六。 麸底氨酸综合技术，不同的酸酸有对皮肤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。为了有效改善皮肤，我们实现了最佳组合管理皮肤，给皮肤提供有效的成分。为了皮肤营养，注入蛋白质的 carrier peptide， 我们还使用了 neurotransmitter peptide 技术。 Signal peptide 有提高弹力的功能 ，Carrier peptide 有提拉以及供给营养 ，Neurotransmitter peptide 有可以管理皮肤。开发技术的过程并不简单，我们要克服诸多的障碍，很多的问题。为了体现更好的效果。 在选择有效成分的时候，我们也受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为了稳定功能和稳定性，非常努力工作。我们的项目安瓶有中心安瓶和有关成分的安瓶，我们要进行稳定性和有关功能性。我们开发了8种产品，为了提高完成度，我们实现了很长时间的研究。 现在我们终于上市了，属于爱多美的皮肤解决方案增效安瓶。我们的产品有0、1、2、3，总共有4个阶段，从水、补水、弹力管理、美白、提拉，再加上抗老。为了皮肤解决各种问题，我们通过这种4个星期的项目，请大家进。 体验一下，每个人所拥有的皮肤问题都不一样，但是皮肤都想拥有的就是美丽的皮肤。这里有我们的皮肤解决方案，这就是爱多美增效安瓶，0号，这是补水安瓶。 Baby NMF 和 Plantary Lipogen 而组成的综合安瓶，核心安瓶和 Malachite 提取物组成的。安瓶相结合的话呢，会有蓝色的安瓶。我们将有关原料，使用有关原料提高补水的功能。
영화 기술로 적용됨으로써 거의 티가오 요 피부 변다更加 충분한 润泽，使用利佛中技术，使用八种植物油来原料，能加快了皮肤吸收力。组成 active ampoule 安瓶的马拉开提取物，可以形成，可以进行水分供应，颜色是发蓝。第一编码 Luminous 所含有13种综合维生素，可以管理黑色素，让大家的皮肤变得散发光彩。使用了12种维生素综合维生素，艾舍洛特真言提亮编码和有关技术相结合，针对皮肤问题注入有关成分。我们使用了维生素 C 综合维生素20万 ppm， 有效管理皮肤的黑色素。 Active Ampoule 使用黄色的纯维生素 C， 我们使用了高含量纯维生素 C， 使用之前进行配合，提高了这样的稳定性。第二编码，我们使用了 24K 黄金 infusion 和八种多酚是提拉安瓶，艾舍洛特真言提拉编码，美白七种多酚、24黄金等，我们提供卓越的提拉效果，也可以为皮肤带来更多的营养。我们使用了水库系统，给皮肤内部提供更多的水分，让皮肤充满弹性。第三编码，奇迹复苏，使用了高浓缩高营养的是抗老安瓶，是下一代真皮成分，给大家提供非常惊喜的抗老效果。使用了六种低分子分多酚以及 lactate， 可以通过将三种多酚体质有机连接在一起，改善皮肤弹性。Lactate 作为水分存库，可以改善皮肤屏障。组成安瓶的Active Ampoule 是下一代真皮成分，可以进行皮肤的提拉紧，让皮肤变得提拉紧致。通过爱多美增效项目，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进行居家护理，可以拥有润滑光充满光彩的肌肤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皮肤解决方案，请大家使用爱多美增效项目。我们居家护理市场上最重要的就是美容仪，现在有5000亿韩元的规模，一直到2020年，我们的在该规模会增长到1.2万亿韩元。之前我们经常去皮肤科、皮肤管理室，现在由美容仪代替有关市场。就这样，现在美容仪市场高速发展，各领域上各企业上市有关美容仪，在爱多美也上市了。有关技术的美容仪，我们第一次上市的美容仪 EP Skin Booster 就像人的手指那样，我们使用了这样的设计，一次点击也可以，一次使用也可以覆盖很多的面积，提高了有关效用功能，请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有关技术。
皮肤有皮肤障壁，然后这就是角质，里边有表皮，然后是真皮，最下面就是皮下脂肪。功能性化妆品为了发挥有关效果，有效成分要通过角质注入到皮肤内部，但是因为有角质不能通过角质深入到皮肤内部，为此我们开发了多种多样的产品，可以使用高频、低频等方法。超音波是使用中频率，不会对皮肤引发疼痛感，在皮肤细胞内部会产生气包，这样会产生有关通道，这样可以促进化妆品成分的吸收。这按照频率，这个吸收率有所不同。电穿法可以让皮肤细胞之间有一个间隙，有间隙的时候，化妆品的有关成分可以传达到角质内部。那么Atomy的 Skin Booster 所使用的电穿法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使用的该产品将超音波和电穿法相结合，可以使用中波和高电压有效吸收化妆品的有关成分。我们使用的不是一个频率，可以通过时间可以使用不同的频率。我们使用的多种频率的这技术会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使用感。皮肤内部如果化妆品停留在那里，我们会把这个说成吸收率高吗？功能性化妆品能够发挥效果，一定要达到有关部位。为此，我们需要10到20微米的皮肤表皮，然后进入皮肤内部。我们来看一下。Atomy EP Skin Booster 使用了电穿法，能够让大家在家里使用美容仪，比起用手使用化妆品，能让皮肤吸收更多的产品。如果大家与 AP Skin Booster 美容仪一起使用的话，可以提高吸收率。这是通过Atomy产品进行的临床试验。Atomy的 AP Skin Booster 能够让大家调节强度，总共有三个阶段，还有温热功能提高化妆品的吸收，震动功能能提高皮肤的弹性，一定要与增效安瓶一起使用。两种产品共一起使用的话，可以提高效率，补水、弹性、美白、提拉以及抗老。为了提高产品的完成度，我们终于开发出了安瓶项目，补水、维提亮、24K 黄金以及复苏，通过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，大家可以体现美白的、充满光彩的皮肤。这是我们开发的 EP Skin Booster。如果大家见到我们的安瓶项目，大家的皮肤会带来奇迹般的变化。在家里，大家可以进行皮肤管理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两种产品。